对，他只要这一小段。昨日晚间19时许，在龟山区万寿路二段一处公寓套房发生林姓莽夫打伤妻子，紧急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。本分局赶到医院拘提林男，林男坦承夫妻之间发生口角，一时气愤之下痛打妻子，没想到造成妻子死亡，非常懊悔。目前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真正死因，全案依杀人罪依法就办。